出差回来住了一个酒店，结果进来一个陌生人，没想到他居然是我。面试公司的老板还非要让我去他家，怎么办，兄弟们？ 哎呦，我的妈呀，人呢？来了。啊，老板，那个，我把行李也带回来了。进来吧。那个，你咋穿这身呢？我在家不穿这身，穿什么？不是你昨天不告诉我你不在这住吗？我是因为今天加班太累了，就顺道在这住了。行吧，那我住哪屋？住屋这屋。 那屋，你不在这住，我住那屋。谁说我不在这住了？今天在这住啊？你别管我是今天在这住还是以后在这住，让你住哪屋你就住哪屋。行，那我行李我先放这儿了。你东西吧。啊，你给我。哎呀妈，累死我了。哎，要不要喝点啊？ 不是，我这累一天了，姐呀，哪天说？少喝点呗，不多喝啊。不是，那是。往里头坐点。不是非得今天呢？怎么了？明天不上班？认识。我知道。哎呀，不对呀，我那啥，老板，我是有点事儿。行行行，以后不用管我叫老板，叫小韩就行。 不太好吧？这不是在家叫小孩，我那怎么？我回趟公司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充完气没拿，真的。我那个哪天再说啊？啊，哪天那个，走了。